还有我的思念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哎，你好，请问是唐女士吗？哦，我是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这边有事要出去一趟呢。您的朋友高博联系到我们，说是要给您送首歌。还有啊，高博。我就不恨他了。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过得快乐或委屈？我突然好想。